老师今天有带这个礼物来给我们的雨薇。对，今天呢扮演圣诞老公公三大礼。好，三大礼。我们先来第一个，好不好？第一大礼物，手工酱油。哦。哎，老师，你是知道他们家没有酱油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因为我有看到一些新闻了，对不对？是，因为。家里的厨房还是要有酱油嘛？那当然，对对对。那这个呢是纯手工的酱油，而且它有特别的寓意啦。是，其实我们台语叫做 Ogana de 导游。对，雨薇听得懂吗？Ogana de 导游 ，de 导游。对对对，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Ogana de 导游，我在。Ogana Ogana Okinawa。你们说的是什么东西？在他们都知道，黑瓶子装黑酱油，就是看不出来到底有多么的这个高深莫测，深不可测，深不可测。对，但这也很有意义。然后这个我可以带回家，可以可以用，因为最近都在要用盐巴。好，回家好好的这个调理，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好，那待会我们再把这三样礼物待会一一的来拍照，好不好？我们赶快来揭晓一下，还有哪个礼物？第二个礼物登场，天杰，好可爱哦，好。怎么会有一只马上来了呢？好，这马是有寓意的哦。是，因为其实雨薇的专辑从预购到现在都是一路领先第一名，对，所以这代表一马当先。一马当先，是，来，雨薇要不要来接过这个礼物？来，这个酱油给我。当导游，当导游啊！哦，但是你待会要骑一下，好不好？可以啊。好，而且这个马会发声哦，等一下。骑一下，骑一下，骑一下，哎，怎么怪怪的？雨薇，你听得懂他讲什么吗？来翻译一下。我跟他挡油，挡挡。来这个，来，哎，这个礼物很大，是是是，感觉里面是不是珠宝啊？是珠宝吗？很厉害哦。好，来，这会是什么礼物啊？我们要请雨薇来帮我们揭晓第三样礼物。好，来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哎，是一个神秘宝盒，里面居然有一张这张是藏宝图吗？黄金做的，对吧？是是是，来来来，寻宝图吗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到底是什么。好，来哦。里面到底是什么呢？哦哟，专业耳机。为什么它是一张纸呢？哦，好，因为其实歌手呢都有专用的耳机，对，那是要根据他的耳膜量身打造的。哦，因为大家都学到了吼，而且这个是专门否演唱会使用的。哦，对，希望在明年的时候呢，对，我们要办演唱会，好不好？哦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。当然也是期许我们的雨薇呢，这当然演戏演得非常的好。之后，哎，现在是专业歌手，之后要从小巨蛋来迈进，好不好？